在花莲市中心的检察总宿舍，是一座由83年安吉维的日本式的老建筑，见证了日治时期发动天气的司法建制历史。民国96年间下，花莲县政府统计公告做盐田古迹，同时争取的发动基金，对1806年初开始累涨，去年完工过后次营运，到今年9月的正式来展览。展示的藏的功法、韩国古藏，韩白会用汉式汉样的方式开放本人参观。贵东府个个结构从大厦到东北一层一层修整，到1936年世界发展人燃田古迹检查总修缮，是该东西发动提起为这个发展基础，建设日本首个发展世界司法建制工厂，前后大国20两个检查总，因为党有温室加持，发展人政府到民国96年开始进行调查，国道重用整齐经费修整，到民国1806年年头开工，年终完工，今年9月还正式开展。那我们经过很多年的细部调研呐、还有细部规划，10年多，在2017年，我们就正式的来正开始施工了。所以来参观的人，尤其是外面的人，他们都非常惊讶，在市区里面有这么好的建筑。啊，咱这挖石头落去吼，现在用的轻微啊，哎，艺术感官，对。是参加过发展旧厂老秦秀然会表修复界老将士林树，就是修复检查中修缮界贡献之一。日本建筑体育界主编商秀长喜瑞动后讲，到现场公开展示功法，日本民众看到秀长古迹的智慧。真正烂掉的哈，它是用接的，如果那一部分就用接的。如果真的不能用，就换新这样。啊，原来先民智慧好聪明哦，既然可以这样，就可以补墙壁了。两栋都有罗西门街检查中修缮，两百天为做花莲市中心街日本提起，除了规划展览，也会派日本工厂增加古迹发发利用率。不过文化局没强调，为了完善维护古迹。为用韩式汉雅的参观方式，为了全面强化维护两难得的文化共同村。下个新闻，王小琪发言报道。